嚟到2011年第23题，咁呢条咧就俾咗 A dot boy dot 同埋 C dot 你啦，咁咧，佢就叫你揾 x 加 y，我哋用翻等腰先啦，呢边系 x 啦，等腰呢边系 y 啦，所以 angle sum of triangle 咧其实就已经做完噶啦，即系 x 加 y 加 y 等于180度，而 x 加 2y 等于180度，所以 x 加 y 咧。就係90度，所以答案咧係 boy 嚟嘅。